再去吧。哎，不，让家里丫头在那待着呗。丫头，你不用。王堂主，啊，你不就是想说他们已经去了南昌了吗？这还不够让我急的吗？会长是不是有对策了？那当然。 要是像堂主这样手忙脚乱，用你们总国人的话说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哎，那是，我这不刚得到消息吗？刚刚得到消息也不算迟吧？啊，是，不是，会长，就是他们急急忙慌去南昌，他们去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。 你不知道？那可就坏菜了。他们就，哎呀，会长啊，他们不是找到宝藏了吗？王堂主，啊，你不要一惊一乍的。我看他们离开找到宝藏，还差得很远呢。那他们去南昌，他们干什么去啊？当然是和宝藏有关了。 不，那你怎么还能做得住呢，会长啊？我都说了，他们离开宝藏很远，南昌城这么大，不是想要找到就能找到的，对吗？啊，会长啊，不怕一万，我就怕万一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放一百个心吧，王堂主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到南昌去干什么，但是南昌有我的人，这一路上也都有我的人，所以他们逃不出我的视线的。 啊，我说会长怎么做的这么稳呢？原来你有一肚子竹子，就是，<笑>那叫胸有成竹，不是一肚子的竹子，南堂主，就我是个大老粗，反正就那意思吧。哎呀，这块我心里我彻。 他就彻底踏实了。我看恐怕太踏实了，也不行吧。啊，这功夫上还真要点功夫。啊，刚才你说什么，会长？我没听清楚。我是说，啊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？哎，对呀，会长，我们不能坐着干等着，是该出手了。你说。 怎么干嘛？哎呀，这个东洋鬼子，真不知道姓方的一伙去南昌干什么嘛？啊，肯定不知道。这个老狐狸，他就是有卧底，在军报队里，那也是干苦力的。肯定是的。 哎呀，主动权看来是在我们手里啊！姓方的一伙如果到了南昌，他们找到了古代的南昌地图，很快，他们就能找到宝藏。到时候咱就瓮中捉鳖，把他们全部杀尽。<笑>老哥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往家搬回来了。 搬金子，老弟呀，别高兴太早了啊！他说没说下一步打算干什么？你不提这茬，我还真忘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让他们的人联系南昌他们的人来监视这个姓方的一伙，一旦发现寻宝队破译的地图，第一时间就。 通知我和他们一起行动，还说什么呢？就说南昌这个中国军队比较多，日本人行动不方便，完全仰仗我们青山堂，是吧？好，咱们是占尽先机啊！会长是在担心王占彪装傻，还是他真的有什么杀手锏吗？我不管他是装傻还是有什么杀手锏。 总之，谨慎一点总是没有错的。如果他真的有什么杀手锏，又何必和我们结盟的？
小小之辈，自然是厚颜无耻。他今天可以和我们结盟，明天也可以和其他人结盟，甚至可以随时出卖任何人。他们这种人，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。坐吧，来道君。这个王占彪不会死心塌地的为我们所用，这一点会长已经想到了。既然他不会死心塌地的为我们所用，那他一定也会想到我们是在利用他。这怎么会呢？一个傻瓜往往比真正的聪明人更自以为聪明，就算我们真心诚意地待他，他也不会相信我们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从来都没有真心实意地对待过任何人。这就是这些鼠辈的共同特点，因为自己的无能而怀疑和他合作的任何人，总是以为每个人都在算计他，所以这样的人是绝不会真心和任何人合作的。这就是会长担心的原因吗？不错，这个才是我真正担心的。会长的意思是，王占彪在跟我们结盟之后，还极有可能和另一股足以与我们抗衡的势力结成了同盟。这就是他在我面前装傻的真正原因。他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我放松对他的警惕。老哥，我觉得咱们应该先把南昌的古代地图弄到手。把地图弄到手干什么呢？不，你不弄地图，你怎么去找宝藏？老弟呀，这地图现在就是放在你眼前，你能看懂吗？看不懂。当前最重要的事儿，就是要让姓方的一伙相信我，相信邓连长，稳住他们，稳住他们就是等于让他们替咱们干活。你瞧我这个臭脑袋，怎么把邓连长给忘了？对呀。不过姓方的这个王八蛋，要是不除掉，早早晚晚他是个事儿啊。一提这事我就生气。上次要不是碰到那几个蒙面的人，姓方那伙早就成了咱们那个刀叉了。咱们啊，还得感谢人家日本人呢，没有他们帮忙，除掉那个武功最高的老师还不行啊。现在他们就剩三个了，这好办。哎，不是，老哥，怎么那么巧，日本人就帮了咱们的？不奇怪，日本人和我们一样，他们清楚这几个王八蛋是夺取宝藏的最大障碍，他们做梦都想杀了。不，老哥，日本人动手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这日本人咱是不是得有对应的办法呀？可他又会和谁结盟呢？只要想到了他一定会这么去做，然后再确定他和谁结盟，就不难了。军阀无师长，这就是中国的土匪能够生存千年而不灭的根由。可是会长，那个武师长手握重兵，而且中国的寻宝队也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啊。我们又不是和他们打阵地战，我们的特点是武功和偷袭，只要我们运用得当，那他在忍术和火力上的优势就会荡然无存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没听明白。他说谁在后面？黄雀。黄雀是谁呀？连这个都不懂？
老哥，我就是一介村夫，只知道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黄雀到底是谁？老哥，你急啊，急死我了！我们是黄雀，不，我们怎么是黄雀？你给我搞糊涂了，你们都听我说，你说，我们是黄雀，记住了。 行行行，好，我记住了，黄雀，我们始终要盯着日本人的一举一动，他们如果杀了姓方的一伙，我们就在后面突然扑上去，一口咬住日本人。在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，我们从背后突然袭击，螳螂捕蝉，我们在后。你不说黄雀在后面？ 黄雀在后，不，老哥，我明白了，你早这么说，我不早就明白了吗？现在要担心的倒是姓方的，姓方的，对，姓方的，上次行动的局部出兵想救姓方的，已经做得太明显了。姓方的已经知道行动的是不怀好意。 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姓方的就不会不防啊。可这还是对我们有利啊。所谓的利，也就是说，姓方的会事事防着姓邓的，而姓邓的就无法掌握姓方的他们真实想法以及他们的行动。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野田君掌握先机，消灭姓方的一伙。那么弊端呢？ B 端就是蒙在鼓里的邓，也就是那个吴师长，势必会集中所有的精力用在对付我们身上。吴师长把姓方的波杰川他的阴谋，当成是自己始终掌控着局面，加上南昌军精众多，如果他们正和吴师长勾结在一起，那么我们的行动 岂不是更加难了吗？如此一来的话，想要除掉姓方的一伙，真的是难上加难了。南昌啊，那可是老子的地盘了。哦，南昌守备司令哈司令，那是老哥我的拜把兄弟。南昌警察局刘局长，那是我一个村的，我们俩一块儿出来的。老子一句话，那南昌城 就能揣进我的兜里。老哥是手眼通天的。我已经给我那俩兄弟打过电话了啊，姓方的一伙到了南昌，就在我兄弟俩人的严密的掌控之下。哎，老哥，那日本人不就偃旗息鼓、拆台谢幕，没戏了，没戏了。 没戏了，区区几个东洋小鬼子，在咱们中国地盘上兴风作浪，那是作死，作死。来到军，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，他们一定会明争暗斗。只要他们开始明争暗斗了，那我们不是有 大坝的机会了吗？手下不妨斗胆猜想一下，会长想怎么让中国人？这个不难猜到吧？吴师长想要独吞宝藏的消息散布出去。白大军，你又多此一举了。首先要散布的是，中国巡报队到南昌的目的是寻找宝藏。 南昌军警一旦知道吴师长刻意隐瞒真相，那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就会勾心斗角，互相制肘，我们还怕没有机会吗？不是没有，简直就是如鱼得水啊！来到京这句成语用得非常好。<笑>各路人马得知宝藏藏在江西南昌以后， 纷纷赶往南昌，在吴师长的安排下，南昌守备司令哈司令和警察局刘局长
也赶往南昌图书馆，保护方觉一行，拿到地图后的安全。不但要拿到地图，还要保证你们所有人的人身安全。就为这要等一天啊？取景都要协调，你们都在这儿等着。刘局长，您怎么还亲自来了？事关国家机密，我哪能不来呢？再说，这是吴市长亲自安排的。那个穿黑衣服的、个子矮的那个，应该就是刘局长。看派头就像啊。那个留着胡子的，就是哈司令了。哦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南昌警务局司令哈司令。哈司令。这姓吴的面子还挺大呀，他们这是想什么呀？分明就是不想让我们进去。你干什么呀？我看你腰疼啊。哎呀，等都等一天了，再耗这么一会儿吧。你怎么老看我不顺眼呀？不是，你是不是嫌我这人说话粗鲁听不惯是吧？啊？不是，你干什么呀你啊？这人不知好歹吗？张成，别理他。这里边灯的开关在什么位置？在门的旁边，上边也有，两头管。小山，嗯，聊聊，咱们三个先进去。好，你们留在这儿。哎哎，你又要搞什么鬼呀？我怕里边有埋伏。埋伏？这里是在南昌。咱们都到这儿了，日本人和王占彪不会不知道的。可在咱们来之前，这图书馆可是封闭的。没有最好啊。
杀光他们。
死不了心了。你让我看看伤口。哎，不要。让我帮你看看伤口。哎，流了这么多的血，不行，得包扎。走。哎，不要。得包扎。包什么扎？快滚！全军，杀了他们。撤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小心啊！哎呀，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啊？你真的没事啊？啊，没事没事。都怪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方大哥能流这么多血吗？就是因为你。娘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要不是因为保护你，方大哥能受成这么大的伤吗？聊聊，先不说这个，咱们先给他包扎好吗？你什么你啊？够了，聊聊。行了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死不了啊，死不了。有吗？没有。皮外伤没事。哎，杨馆长，库房在哪儿？库房在最里边，走过前面的走廊，向右拐，走到头就是了。馆长，古代的地图分为多少种类？有多少册？多少册？哎呦，博士，你真太看得起我这个馆长了。怎么？据我所知啊，江西乃至全国自汉唐以来的历朝地图就只有这一本，而这一本就藏在我的图书馆里。那书名是什么？啊，书名叫《汉以来南昌地图考》，为清末学者所绘。那个学者他叫什么名字？佚名。哦，对，佚名。可靠吗？完全可靠。这是国内一流专家研究后得出的结论，包括北平的严达教授在内，他们对这份地图的评价是：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完整、最详实、最具学术研究和实用价值的南昌两千年地图汇总。杨馆长，那地图它有多大？多大啊？你是不是以为只有大了才更有价值啊？不，他是想说好不好找。只要有索引，那就不论它大还是小。索引要是没了呢？方先生，那不可能啊！好了，大家跟我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不会是日本人已经来过了吧？可能吗？怎么不可能？他们肯定是先拿到地图，然后再伏击咱们的。不好说。难道说还能是青山堂的人？日本人不会犯得这么乱七八糟的，倒像是土匪所为啊。反正不管是谁，地图应该是没有了。又晚来了一步。不就是你们卸掉耽误一天吗？谁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儿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别吵了。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再想其他办法吧。想什么办法？找吧。没了没了，完全没了。那索引让这些狗东西全给扔了。杨馆长，你能够仔细的想想，索引大概会在什么位置上吗？不知道，这个库房是专人负责的，只有他才知道。不过他，
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王小红的，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同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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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先生，例行检查。会长，中国军警正在全城大搜捕，很多日本商店都被搜查了。我们的测绘队呢？也被搜查了吗？测绘队还没有。可以了。不再执着，血泪风化成琉璃，不再疑惑，笑看风尘的洗礼。烈火重生，燃烧殆尽欲望堆积，命运主宰，生命守护续写传奇。命运的阶梯究竟通向哪里？拥有和失去，恍然梦中决定，任凭斗转星移，心中升腾起无穷的力量，托举霸气，唤醒记忆，耗尽天地。痴狂，所有傲慢放心里，不再贪恋，消散岁月的痕迹。时
好景天地。